这几年真人密室逃脱很受年轻人的欢迎，沉浸式体验，感官刺激，挑战一下确实挺过瘾的。但是很多玩家可能是低估了游戏的恐怖程度，或者是高估了自己的胆量。最近河南商丘两对情侣在玩密室逃脱时，被非玩家角色，也就是常说的 NPC 吓到了。慌乱之中，两对情侣双双报错，冷静了一下才发现抱团安慰的人不熟啊，气氛十分尴尬，连 NPC 都不敢吓人，赶紧离开了现场。这气氛确实比恐怖更恐怖啊。